第73章。都说晚霞行千里，前一日的灿烂晚霞让第二日的天气无比晴好。才刚刚日出，长安已经十分炎热。黄子霞穿了中衣，外面再套上薄薄的降纱服，觉得自己已经出了一身的汗。待在王府中不动还好，一动就满身的汗。然而公主府的案件还未结束，她还是得出去奔波。刚到王府门口，周子琴居然已经牵着那匹小霞站在门口等她了，手中捧着热腾腾的四个蒸饼。他看见黄子霞便赶紧站起来，把包蒸饼的荷叶递到他面前。哎，钟姑，来一人两个。啊，刚刚吃过了，不过因为早上匆忙只吃了两块腌制蒸糕，所以他还是拿了一个，和周子琴一起在马上边走边吃。嗯，我就知道你昨天言不对心敷衍我，要是我今天不在大门口堵你，你肯定就一个人去查案了。哎，怎么会呢？其实我本来就想去找你。哎，真的？好兄弟讲义气。哎，你跟我说说今天准备去哪，会不会有尸体让我大显身手？最好没有，我们要去张二哥家。啊？为什么去张二哥家？你昨天没去大理寺吗？张二哥家的那幅画不见了。那幅画？哎，你是说上面画着三个死者的那幅画？周子琴顿时连蒸饼都快捏不住了，激动万分。难道那幅画真的和发生的事情有关联？哎，有什么关联？到底为什么画上的情景和案件这么相像？张二哥是不是会有麻烦？京城防卫司准备怎么处置？张二哥要是出事了，你这可怎么办呢？嗯，先吃你的饼吧。黄子霞一句话终结了他所有的问话，并抬手拍了一下那幅纱，催促他加快脚步。由东至西，穿越半个长安城，他们来到了张行英的家。时候尚早，坊间的女人们正在打水，一边议论着。哎，昨天那些应该是官府的人吧？怎么一下子来了这么多？听说呀，是张家小二又犯事儿了。不会吧？那孩子看着挺老实的一个，怎么最近老是出事？不是被魁王府赶出来，就是被京城防卫司逐出，现在连官府都来查他了。这可真是，哎，以前还真看不出他是这样的人呢。周子琴不敢相信，跳下马就问那人。什么？谁说张二哥被防卫司逐出了？怎么可能？那个中年女人一看见他下马质问，立即就慌了。难道不是吗？官府的人都到他家彻查了，他今天也没出门，难道不是被赶回来了吗？子琴，别和这些不相识的人计较。周子琴只好悻悻地拉着小霞往张行英家里走。黄子霞也下了马，两人来到张行英家门口，正要敲门，却见里面跑出来一个女子，差点和他们撞个满怀。嘿，阿迪，你去哪儿？黄子霞立即抬手抓住那个跑出来的女子的手臂，将她拉住。那女子面容苍白惨淡，头发被一根木簪紧紧挽住，身上一件窄袖青衣，脚上一双绣着木槿花的青鞋，正是滴翠。她被黄子霞拉住，又甩不开她的手，颤抖地叫了一声杨公公，眼泪就扑簌簌地落了下来。哎，怎么了呀？和张二哥闹别扭了？滴翠拼命地摇头，却不说话。张行英已经跑了出来，无奈说道：阿迪，你切莫胡闹，这事儿与你并无关系。黄子霞向周子琴使了个淡定的眼色，便拉着滴翠走回去，轻声问：哎，到底出了什么事儿？你可否详细的对我们说一说？如果能帮上你的话，我们一定尽力。实在不行，好歹也多个人帮你们出主意，对不对啊？滴翠却只掩面哭泣，并不说话。
他，哎，也不知为了什么，昨晚在院子里站了一夜，我早上起来看见他，赶紧问他出了什么事，他却胡说八道，说什么我本来前程似锦，全都是被他害的，说自己不能再拖累我，竟说要离开了。黄子霞还没来得及说什么，只听低翠声音颤抖，断断续续说道：赵二哥，我就是不祥之人，你和我在一起是多个祸害，我爹早就说过我生来就是灾星，我一出生就害死了我娘，后来又落得那般田地，早已不该是存在这世上的人。不许胡说。张行英赶紧打断他的话，他看看周围，幸好无人，便赶紧抓住他的手臂，将他拉回院内，掩上了大门。我没有胡说。低翠失声痛哭，几乎是嚎啕着冲着黄子霞他们喊道：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吕低翠，是长安城满城的人都在嘲笑都在议论的那个女人，全天下的人都知道我被孙赖子侮辱，知道我该死在荒郊野外，我不该在这里活着，不该拖累张二哥。阿迪。张行英冲上去狠狠抱住了他，捂住他的嘴，不让他再说下去。然而虽然被张行英抱住，被强行止住了崩溃的嘶喊，低翠的眼中却依然有大颗大颗的眼泪滚滚落下来，那里面满是绝望，和他整个人一样令人畅叹。黄子霞便站起身走到低翠身边：阿迪姑娘，我知道我们过来调查此事给你造成了不安，但其实我们二人并无恶意啊，还请你放宽心，张二哥是我们的挚友，他之前也帮过我许多，我深知他秉性端正，是个再正直不过的人了，他卷入此案也许是因为万千头绪之中有几条扯到了他，我们只是过来寻例问话，你不必担心，我们问完就走。低翠依然直勾勾地盯着他，脸上的神情显示他根本没听进去黄子霞说的话。张二哥，你先放开阿迪姑娘，我们问几句话就走。张行英扶着低翠坐到桌旁，小声地对他说：哦，你先等一下，一会儿就好。黄子霞示意张行英在石桌边坐下。那昨日大理寺的人怎么说？京城防卫司那边又怎么说？张行英一脸惶惑，搓着手说道：昨日午后，我还在京城防卫司，忽然大理寺的人过来找我，说是想要借阅我家一幅据说是先皇御笔的画。我当时还十分奇怪，心想这画我家一直妥善收藏，也不曾对别人提起过，怎么大理寺的人会知道？但既然他们这样说了，我便带他们回家，让他们在楼下等着，自己上楼去打开一直放在那幅画的柜子。结果我拿钥匙打开柜子一看，那幅画居然不见了。啊，不见了。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小说剧《三中路》。是在我家柜子中稳妥地放了十来年的那幅画居然不翼而飞了，我急了，赶紧问了我爹，我爹也急了，我们家长阿迪把楼上楼下翻了个遍，可就是没找着，我无奈只能告诉大理寺的人说那幅画失踪了，但大理寺的人不相信，说此画非同小可，是上面有人指明要的，若是我不交出来，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。我知道大理寺亦要对上头交代，可那幅画确实是从我家消失了，我有什么办法？结果大理寺的人去对防卫司的人说我涉案了，
还是两起人命案和驸马受伤案，你说这事儿能不闹大吗？防卫司叫我先处理好此事，在那之前就不需要去防卫司点卯了。周子琴诧异地转头问黄子霞：“你猜那个指名向大理寺要画的混蛋是谁？会不会是同昌公主啊？”黄子霞扶额，她当然知道那个混蛋就是李叔白了，估计他也就是对大理寺说了一句话，结果大理寺就兴师动众，搞出这么大一场风波。但见周子琴这样说，他只好说：“哼，我想不太可能吧，毕竟同昌公主怎么会知道张二哥家里有这样一幅画呢？再说了，就算有这样的一幅画又有什么关系啊？这画是先皇画的，又不是张二哥画的，对不对？”周子琴理直气壮地拍着桌子站起来：“不行，我得去找王运平理去。”黄子霞几乎要拜倒在他跳跃的思维之下了。又关王运什么事啦？王运管着方卫司啊，大理寺找到下面的人麻烦，他怎么能不替张二哥出头呢？再说了，不就是丢了一幅画吗？丢的还是自己家的画，又不是大理寺的。大理寺根据律法哪一条强迫张二哥找出来？防卫司又凭哪一条让张二哥在家找到再去应卯？官府查案，无论王公大臣或平头百姓，全都要配合行事。张二哥这幅画或许与案件真有关联，所以就算大理寺要求他立即寻找，也是说得过去的。周子琴顿时气馁，趴在桌上一脸无力的神情。啊，其实我也知道，我就是为张二哥抱不平嘛。好容易张二哥进了京城防卫司，咱还没回端瑞堂向那个趾高气扬的晒药老头炫耀呢，这怎么又摊上这种破事啊？我说张二哥，你最近是不是需要去庙里烧个香了？怎么好像老是走霉运？话音未落，黄子霞已经狠狠瞪了他一眼。周子琴一眼看到滴翠眼中原本打转的眼泪又滚滚落下，赶紧抬手给了自己脸颊一下，不再说话了。那先去看看你家藏画的那个柜子吧。啊，好。几个人站起进入内堂，顺着楼梯走上二楼。放画的那个柜子就在楼梯口，柜子上挂着一个锈迹斑斑的锁。张行英打开旁边的柜子，里面堆放着乱七八糟的东西，木盒子、蝈蝈笼、旱烟筒等各种都有。张行英从旱烟筒中倒出一把钥匙，开了柜子给他们看，里面也放着不少东西，几匹布帛、半民多钱，下面还有一些散乱的药材之类的。上面放着一个放着卷轴的长木盒，但那里面已经空无一物了。张行英指着那个木盒说：“那大理寺的人过来时，我一打开柜子就是这样了。”黄子霞看着这整整齐齐的东西又问：“画是什么时候失窃的？其余还有丢了的东西吗？”“不知道啊，我那天给你们看完之后就收起来了，然后就再也没有打开过这个柜子，柜子里其他的东西也都没丢，连盒子都原样盖好的，就是少了那幅画。”黄子霞皱眉叹了一口气，示意他把柜子锁好。张二哥，我知道了。什么？你已经知道我家的画哪儿去了？我想说不定下午或者明天他自己会回来的。他的目光落在滴翠的身上，见他神情僵硬地躲避自己的目光，他又低声说：“我想张二哥，你这么好的人，就算是晕倒在山上的一个落难女子都会带回家救助。你秉性敦厚，不计较自己身边人的过往，你对什么人都掏心掏肺，我想你身边的人也必定会感念你的好，上天也会成全你，让那幅画尽快回来的。不然的话，那个偷画的人可能要失去自己最宝贵的东西，同时也要受到良心上的谴责。”“啊，你的意思是我不用找了，那幅画
自己会回来。嗯，我想会的。黄子霞说着便转身下楼。嗯，这幅画就先这样了，其余的事情我还要问你。哎，虫谷，张二哥这边的麻烦怎么办？大理寺那边怎么对付？京城防卫司王运那边你去说好话还是我去对付啊？你难道就真的这样看着张二哥麻烦缠身，又要回端瑞堂被剥削被压榨呀？子琴，这幅画只是我们的来意之一，其实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问张二哥，你先把本册拿出来认真的记下。啊，好。周子琴立即乖乖的从马身上的背囊中取出笔墨。张二哥，目前我手头与公主府有关的共有三个案子。黄子霞开门见山，坐在他的对面，也不管他局促不安的神情，只说道：第一桩是建福寺中公主府宦官魏希敏被烧死的案件，当时张二哥你正在寺中，而且蜡烛炸开焚烧魏希敏时，你就在他近旁。张行英绷紧下巴勉强一点头。第二桩是在防卫司的马场之上，那一场击鞠比赛时，驸马韦宝恒坠马受伤，而你就在场上与他在比赛。张行英又一点头没有说话。而第三桩是孙赖子的死，他的死亡时间据推算是在50左右，而那个时候你正在大宁坊之中，刚好被几个在角落中的老婆子看见了。一直在奋笔疾书的周子琴此时也终于停下了笔，不敢置信地望向张行英。张行英张了张嘴，然后终于还是说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巧啊，其实我当时去大宁坊什么都没有做，真的。我听京城的人笑谈说孙赖子把自己锁在铁桶中了，所以我就去看了看孙赖子的房子。你冒着正午的大太阳从西至东穿过整个长安城，就为了看一眼孙赖子的笑话吗？张行英显然被他冷淡的神情给弄懵了，没料到黄子霞会突然对他这样盘问，怔了许久他才咬咬牙：我当时身上带着一把刀。周子琴不知所措，捏着笔还在发呆。黄子霞瞧了他一眼，在纸上将张行英说的话快速写下来：我是准备想去杀孙赖子的，但是午时我到了那边，却发现孙赖子的家中确实严实无比，真的跟铁桶似的，我根本没有进去的办法，所以只好什么都没做又回来了。哦，那为什么要去找孙赖子呢？